耶稣。哈利路亚，主，我们多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你曾经救我们的灵魂，耶和华是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我们这班曾经失丧的愚顽人，我们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你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要在主的里面的殿中享用神你给我们这份救恩。主啊，我们因为我们从灭亡当中你将我们提拔，主，我们多谢你，赞美你，多谢你，愿意我们呢将我们的心归你，将我们的奉献的心呈献给你，将我们这一份呢得救的喜乐能够在主你的里面欢然取水，我们献上感恩，这份的感谢颂赞的心，我们多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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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咧，亦都保守我哋嚟紧在途中嘅弟兄姊妹，佢从家中开始有个预备迎接你嘅心。主，你嘅敬拜嘅灵喺佢生命里边，喺个地铁当中，喺巴士嘅当中，一路路嚟到去预备我哋去到主你嘅殿里边去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咧，用一种说不尽嘅叹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多谢你，哈利路亚，多谢你。我们今天会提早五分钟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想请大家起立，一同预备我们的心去预备，我们为耶和华要唱新歌，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都想请大家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同声共鸣，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手里面都要歌颂，举起我们的手里面去高举，高举我们这一位至高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行的奇事，因为耶和华本为大，他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要我们举起我们的圣洁的手，来到去知道你是一位圣洁的主，我愿意将心归你，将我们焦点在主耶稣里面。主要我们多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有用一个颂赞的口称颂主你的名，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用颂赞的口来称颂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颂赞这位常显伟大的主，
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比任何世上的事更大更美的主，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宣扬主你的名，用我们的口来述说你的奇妙，哈利路亚。我们多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圣餐的主日，有一首新的诗歌很想去跟大家先去分享。这首诗歌讲到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牺牲，我们去向祂作出一个从心里面的感谢。或者开始敬拜之前，我们都去简单学这首诗歌，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你从心去唱就可以了。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向你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强泪。再来一次啊，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想你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强泪。谢谢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强泪。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
永远最爱宝贝。系，让我哋都花少少时间，系你闭上眼睛去祷告啊！系啊，让圣灵咧去预备我哋嘅心。多谢你是救赎，主多谢你，系啊，你就咧将你自己嘅生命去献上，系啊，让到咧我哋能够咧得着永恒嘅生命，并且咧你战胜死亡，你让我哋生命咧有盼望。系主，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就要即系高兴快乐嘅去咧去嚟歌颂你。系啊，我哋可唔可以俾一个大嘅掌声，主啊？是啊，主是配得的，主是配得的，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指望永活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 Happy day,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鼓励咧，大家咧可以出到嚟啊，出到嚟前面咧，你去敬拜主，系啊，唔好咧让个位去拦阻咗你。Happy day, 你
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再来，在最伟大，在最伟大的那一天，从失望中你拯救了我，来欢呼，耶稣他活着。十字架和红坟墓，胜过死亡永活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了。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我站在你面前，当我站在你面前，我终于完全的自由。我属你，耶稣你属我，止不住平安喜乐，在世上痛苦将过去，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何等奇妙恩典，作为主你拯救我。 Oh 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生命，耶稣。 Oh 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生命，耶稣。 Happy day,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永远不再一样。阿门，阿门。
着你的拯救，是啊，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主，多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是啊，等姊妹，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是啊，将这个尊崇去献给主。是啊，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是那位被杀的羔羊，是啊，他是配得一切的尊崇，他是配得一切的尊崇。Yes, Lord. Oh, hallelujah, the shadow of the yellow, the shadow of the yellow.天上地下
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重。尊崇主，系啊，唔好咧吝啬大家嗰个嘅敬拜，系啊，唔好咧吝啬大家嘅声音啊。超乎万名。
全从你，我全从你，全从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下，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全从你，我全从你，全从你名超乎万名，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我全从你，我全从你，全从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下，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全从你，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主。你就是那个位充满荣美的主，你就是那位本来坐在高天之上那位的主。但是主，因着你的爱，你愿意为我们去牺牲。主，我们仍然在罪里面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去牺牲。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多谢你。主，本来我们就不配，但是你却用你极大的爱，甚至用你的生命去换取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你，
圣灵说我的儿女们为何不信呢？你要知道，我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我就是那个开始，亦都是那个终结。为何不信呢？你要知道，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要知道，我就是你的神。我儿啊，你要将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我要在你的面前要给你知道，我就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怎么可以说没这样的可能？你怎么可以说神怎么会成就呢？神今天就要在当中里面要成就大事。他所成就的不单单只是你所思想的，他要成就的就是他自己角度的事情。我儿啊，为何不信呢？你要将心归我，你的眼目亦都要喜悦我的道路，因为我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感受到呢，当初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头脑上好知道什么是救恩，但是你好像呢没有很深的去经历这个的救恩，好像呢没有让圣灵去感动你。是啊，天父说，是啊，孩子你来啊，是啊，孩子你信啊。成就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能够成就在你生命里面一个完备的救恩。谢谢你，
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残泪，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想你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残泪，谢谢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残泪。哎呦，我们花这个时间，即系我哋咧，再一次思想神嗰个嘅救赎。系啊，呢个救赎唔单喺二千年前，系啊，神咧喺十字架上面咧所成就。系啊，喺呢一刻，系啊，喺我哋生命里边咧都要继续嘅发生。需要靠我的工作、我的服侍、我的地位、身份去证明我是得救，我只需要捉紧上帝给我们这份的身份，就是他的儿女，不是在乎我们做能够做到什么，那是在乎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我们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白白地领受这份的恩典。这份恩典就是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天父爸爸儿女的身份，让我们能够重生成为一个新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成为神的家人，连结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属天的家。多谢你啊，天父爸爸。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想你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
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强烈，谢谢你，谢谢你，献上呢个感谢，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强烈，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将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你永远最爱宝贝。就是你的子女，我们单单就是你所宝贝所痛惜的儿女，是主，我们真的没有东西可以 去回报你，我们唯有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倾倒在你的面前，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一样，是啊，就将我们生命所有的，是啊，主，我们就是这样去摆上，是啊，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渴慕你的同在，多咧渴慕你嘅话语，系啊，叫我哋咧唔系单单我哋口里边所唱，唔系咧单单咧我哋一啲嘅祷告，
有啲咩可我哋可以报答神？当我哋谂起点样去报答我哋嘅上帝，我哋不期然谂到我哋在生嘅父母，我哋点样去报答佢咧？我哋现在唔系一个已经长大成人、满有身量、身躯强壮嘅一个人咩？我哋唔系从爸爸妈妈身上踩住佢膊头嚟到去，使到我哋能够得到呢一份现在呢一份嘅身份、呢一份嘅认同。耶稣基督佢喺我哋生命里面所做嘅，佢却系为到我哋舍身流血，付上呢份沉重嘅代价，以致到我哋能够因着佢呢份不死嘅信心，我哋就能够获得呢份信。呢份信靠就系我哋人生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呢份信嘅实在。我哋点样能够可以报答我哋位上帝呢？唯有神同我哋讲，我哋要拿起救恩嘅杯，宣扬耶和华嘅名。我哋唯有拿起救恩嘅杯，宣扬耶和华嘅名。昔日我讲多少少，冇几位你牧师，冇班牧师，冇班牧师，冇刘沙伦。冇山牧师，亦都冇我哋众牧师，冇我哋妈妈，冇我哋今日嘅我。今日唔系母亲节，唔系父亲节，但系我哋相信，要报答我哋呢位神，首先为我哋在生嘅父母、兄弟姊妹，去摆上拿起救恩嘅杯，去为耶和华嘅名宣扬耶和华嘅名。Amen， 哈利路亚！我哋热热地举起我嘅手啊！我哋嘅手就代表我哋拿起救恩嘅杯。呢份嘅杯可能系一个苦杯，你要为你身边嘅家人拿起呢个苦杯，将呢个苦杯当作活祭，成为圣洁，系神所喜悦嘅。我哋咁样拿起系理所当然嘅。哈利路亚！我哋愿意咧，就系举起我哋双手，将呢份救恩嘅杯呈献俾我哋呢位赐人生命嘅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曾经为我哋拿起苦杯，拯救我哋，让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样，让我哋嘅生命里边经历到神呢份嘅爱，呢份嘅救赎，呢份嘅拣选，呢份嘅赐予，呢份嘅厚恩。我哋多谢你，赞美你，多谢你，多谢你，让我哋咧能够去报答你，让我哋咧以一个宣扬主你嘅名、耶和华嘅名嚟到报答我哋嘅主。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听我哋咁祈祷感恩，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祷告。Amen， Amen， Amen。喺你咧坐低之前咧，同你哋嘅弟兄、弟兄啦、姊妹、姊妹啦，去同佢讲，我哋要为主嚟到拿起救恩嘅杯啊！